现在不打我了，他现在不敢了，现在不硬气了，烦，老是说成天离婚，妈，糖心呢还糖心儿，美女，我觉得很正常，是不是啊？这第三个男人了，不是第三个，这是第二个，就是我跟他结婚又离了，然后离了又复了，能懂不？能明白不？能听懂不？嗯，离了又复了。我的婚姻经历比较丰富，对，第二次婚姻的话就是结婚三天，离婚复婚的话三，不是结婚十天，复婚三天，我不给他钱，我才不给他钱呢。离完婚之后，我前夫也要跟我复婚，我没有复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孩子，没有必要复，我觉得。后来我又结了第二次婚。但是第二次婚的话，从结婚到认识只有十天，闪婚，然后第一个月又怀孕了，生了一个男孩。再离的话，也离过，但是为了孩子又复了，因为再离的话，不复的话，还扔个孩子，还得再找一家，太麻烦。